啊，就问你，我能出个驾驶证？你那是得意的，被你外的叫查你噻。我天天还管你二十块钱，俺是天天管你走，那狂着你了狂，你的狂什么？腿子不想干，有你腿子想干啥子东西？你好，也许你要你不老实，你老实些的，好了哟，你不要害你，你害你这样的，要搞清楚这个东西哟。别打我！他们家打电话找我你就。哎，我那打驾驶就对了，他打啥子？你说你白我那啥子？你白你打什么？你讲话，你白你打什么？白你你也想吵？妈，老子普通组长，老子抢不进去，哪个的毛？你是哪个的毛？我不抢不进去，你是哪个的毛？普通组长的，你是哪个的？你是哪个？双工三工。直接他们说的那个，你是我的毛？站住！要他说嘛？你说你，你是哪个的毛？不是，啥子啥子的，老子把你惹到。马上就把二幺八四儿。你姓李，我姓李，你是我的妈，走不？放你也是给你嘛，你要不要狂我？你还不要狂是你？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打扰了。你让我面上个亲，你让我面上下个亲是不是？你咋做？我说你点嘛，不是点嘛，还是我狂我狂的，你狂的，你的狂子嘛？你搞那个装神，狂嘛？你等一下，等等是书记来的，你把这证件处理我等到。对的，快喊过来，马上喊过来啊！你不要那么急，赶紧走。你就你没事的，不要讲你是白，你没得考虑啥子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有钱给你。我求你，我把你工作证拿出来，工作证拿出来，我的工作证比你还多，工作证拿出来，我拿出来，你拿来，你们政府发的 pass 给你嘛？我啥子都没有，你懂不懂？你妈给我加班一次，你加班一次，我拿出来比你更久。我跟你说，我拿出来比你更久。他在外地工作，你喜欢拿那个嘛？他有工作拿出来，我还督查证。前面你督查证，我也可以督查你。你老实说，你这样子，反正我不喊那个什么督查证了。他就留下来了。你要啥子？我还有私人证，我都有，要不要嘛？萝卜证肯定做不到。我是工作，你做不行，哎呦，你做不到了。太狂了！你要啥啥子嘛？我的情况，等他来了，他请我就请我，啥子都可以。他不行，配合哎呦。哦，要搞清楚了，老子。你要啥？你凭啥子嘛？啥子不行？你凭啥子喊我嘛？啊？你凭啥子不行？啥子用？我凭什么？啥子呢？通行证，我没通行证，那就不能过。你凭啥子嘛？就有这个资格。普通组长你凭啥子？老子是普通组长，你给我快点嘛！你凭口罩戴起，你给我口罩戴起。